运动很好，尤其是举重运动。你看到一个举重漂亮的动作，它是力与美的结合。你没有看到的只是蛮力，不是，它是技术性很漂亮的。对，对对对对，很好，对。就是因为我们家本身爸爸是经营那个货运行，所以我是我们家的工人啊，就是每天我在小四的时候，他体重大概38吧，就是每天要回去帮忙搬那个水泥，可能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本身的上半身肌群就很强。因为我就很幸运，我就在高一的时候我就拿到举重冠军了，而且我第一次拿到奖杯好大哦。而且虽然我是重量级的选手，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跟教练们把我练的身材比例很好，所以让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个量级的模特。虽然我不是像他们那个林志玲他们那个模特那么漂亮，我就是举重的模特。但在一般的传统的朋友们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我那个举重练得硬邦邦的，而且那个不好看。像我的室友啊，我们睡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会跟我说：“阿芝，你只有这里可以看，你盖的棉被最好，因为全部这边头部以下都不能看。”甚至于我的一个长辈啊，跟我爸爸妈妈讲说：“你那肌啊足厉害，拢世界冠军嘛，你讲伊足牛的哟，以后嫁有人爱，搁嫁无人爱，搁另外一回事。”他怕我嫁不到，嫁不出去。我觉得没有啊，什么嫁不出去的啊，因为我刚刚提到了。有自信心，其实自信心本身就是一种美，那不是你的外表可以，你的外表穿得多漂亮，你的脸眼睛多漂亮可以展现出来的，那是从内在发生出来的。所以我从来没有缺男朋友啊，对啊，虽然我长得这个样子，我自认为自己很漂亮啊，对啊，而且我老公还蛮帅的。哦，他胆量好大，早上说他要来练体重。我一看的话就好高兴哦，这天上掉下来，有这么好的那个先天条件，哦，这第一先选手就是先天条件，再来就是你后天的训练。我们那一批的选手，虽然我的成绩最好，但是我是最懒惰的，大概10个胖子9个懒惰吧，我就是那种人。有一阵在一年卡住了，不进步了，蔡文义教练就跟我说：“你怎么都不会进步。”当时是很生气的，可是后来我觉得我要感谢他，因为我躲到角落去练之后，我就开始拼命练。以前我是被教练推，教练叫你做做做，但是他叫我做5组，我可能会做4组。但是现在是我自己会推，假设教练给我的课表是5组，我会自己多加一组。教练的那个举动让我变得我想要了，因为他刺激我嘛。我觉得你看不起我没关系，我做给你看啊。因为我刚刚讲的，我就是。像男人婆一样嘛，就不服输啊。对，其实我是像一个表演者一样，我就很喜欢这个舞台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当我112.5，我下次举了115，那种满足自己的那种成就感是别人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对，还好我坚持下来了，我一定要拿冠军，因为冠军奖金最多。一开始我们高中在举重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女生，然后第一次看到女生在举重的时候，觉得蛮压抑的。那个时候世界各国还不是很盛行女子举重，那最早的就是从中国大陆、台湾这些东南亚的选手开始训练。我第一次看到她，我觉得很压抑，哦，这个神力女超人。那时候她是国内举得最重的男人嘛，我是国内举得最重的女生啊。其实我们两个。对举重的要求都有一个目标，我们想再往上爬，所以后来我拿到世界冠军了，他也拿到亚洲的前三名。其实练举重很辛苦嘛，然后当然教练扮了很重要的角色陪伴我。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我这个男朋友，就是江明正啊，也是我现在的老公，就是他都能够包容我的喜怒哀乐，甚至于他最厉害的一个点是。当我到后期的时候，1997年的时候，成绩就是比较卡住了，真的是快老了不行了。所以每次比赛我都会担心说，因为我想赢嘛，不管是国内赛、国外赛，所以我会怕输，因为我害怕嘛。你看，当我在害怕的时候，我害怕我输，他给我信心。很好，对，这样可以。重心注意一下哦，
接触举重运动是1987年，但是我真正觉得自己不行了，因为这是客观标准的项目，所以它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，表示说，我还是有潜力的。但是到1996年的时候，我练得很辛苦，我觉得学妹们起来了，在练习的时候，我可能就被他们扒了，被他们轰了。98年开始，我就觉得我要退休了。我想这个转型是痛苦的吧，因为你当运动选手，就只要把练你自己就好了。那现在当教练了，可能我面对的一二十个学生的个性不一样，就是给每一个学生的功课是不一样的。我不能一视同仁。一开始的前3年我是不喜欢的，我觉得真的是学生怎么这么不受教。喂，很好哦。在选手期间最明显的，这是一股霸气，因为优秀选手通常那个霸气都很大。那因为后来他当教练之后，他也会面临到这些选手啊，我们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优秀运动员的特质就是霸气。所以他当教练之后，我是觉得改变还蛮多的。以前我会觉得我只要会举重就好了，但是我觉得举重不是你会举重就好了，你要懂得人性，你要去了解他。而且在我要教这个学生之前，我必须让他喜欢我。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举重馆上面有一张他比赛的照片啊，我就想说可以吗？这大神就跟他就是想象不出来，就现在就三个，我看到他已经三个孩子的妈妈，然后就是没有任何迹象是他以前就这么厉害的。讲白一点，我是一个教练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是当教练这么简单了。因为像我的选手啊，我教的选手有举重队的男生女生，然后甚至有当导师，我好像是教练，好像也是一个妈妈。因为举重队的学生会叫什么大妈，这个教练就是好妈妈，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妈妈，就是她带领我们蛮多事情的。就是她因为我脾气暴躁又懒惰，然后我在练习上面的时候，练到很累的时候，我就会不开心，然后就会说教练我不想练，然后教练会说好，这样子。好险我是在大学的时候遇到舒适教练这样子，要不然我可能已经不练了。他说斩的时候，皮俊没有，你斩的时候就把它斩完，然后斩抓紧先拉开之后再说。那到最后的这最近这10年里面有没有？我觉得蛮开心的。我现在常常会跟学生分享，就是大概四句话吧。我说你必须了解自己，那你才能够去帮助你自己。再来，你就会爱你自己。最后，你就相信你自己。像我有一些学生，他们都知道说，其实在练他可能会全国冠军，但是因为他不了解自己，练习跟休息跟恢复是要平衡的。当你这位选手很想冲的时候，有时候教练必须踩刹车。你要适度的恢复，不要受伤。你这台跑车，我们都想你这台跑车可以跑很久，而且可以跑得很漂亮。你看别人受伤的时候你没有，所以我常常会用很多的故事，成功的故事，来跟现在的学生勉励，希望他们先了解自己，帮助自己，爱自己，相信自己。如果下辈子真的还要再选一样的，因为你看啊，有哪一个女生可以像我一样，我在举重方面我得到很多名跟利，最主要还让我得到一个很棒的老公。我要学习感恩哦，我必须感恩，因为举重给我太多了，我只有喜欢再喜欢，就是这样，爱举重。